我们一起齐声问候：师尊好，师母好，大家好。恭请圣尊升法王座。请师母、诸位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上座，请讲师、助教、贵宾同门善信大德就座。今天晚上，大家累积了半年的想念，成了铺天盖地的喜悦，充满着整个西雅图雷藏寺的祖庙。相信只要有师尊师母在的日子，所有的快乐都会在每个下一秒来临。现在让我们以最最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的尖叫声欢迎师尊师母回家。我们一起齐声现在我们一起齐声讲出我们的心声：师尊师母 ，I say lu de ge de mu zu。我们再一次，师尊师母 ，I say lu de ge de mu zu。我们也依照雷藏寺往常的惯例，请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同门站起来，自我介绍您的法号和来自的国家及道场。如果是团体的话，请一起站起来。我们先从龙边开始。龙边有吗？其实全部都是第一次来。我是第一次来，我今天是来皈依的。欢迎您。来自哪里？来自哪里？什么？从温哥华。温哥华。欢迎。我叫丁雨红。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大家庭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请问龙边那虎边呢？师尊师母，我的名字是莲花丽君助教，我是伦敦雷藏寺的助教。这一次我来唯一的目的就是来向师尊顶礼忏愧我自己的无知。在去年师尊在金刚手菩萨的法会，师尊有说过一句话，说欧洲的同门没有来护持法会。我是没有看直播，直到我看到燃灯的杂志的时候，我看到师尊讲这句话，我的心很痛。当时我自己就说，我一定要安排我自己的时间来参加师尊2017年第一个法会，来向师尊顶礼，表示我的诚意。我也要向师尊，我要带伦敦雷藏寺的同门和欧洲的同门向师尊顶礼，感谢师尊赐我们慧命，谢谢。欢迎您。My name is Ravi and she is my wife Kalyani. We both are from India. I work for Microsoft here. We live nearby.
So today I came to know that the great master is coming. I'm really happy and blessed to have myself and my wife, and we are going to have a boy. So we all need your blessing, master. Welcome. 请问虎边还有吗？师尊好，师母好，所有上师和法师好，我是李正峰，来自新加坡。阿弥陀佛。欢迎。请问还有吗？我们一起也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世界各地众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贵宾同们善信大德前来参加同修。